咁我自己喺度自己睇呢件事。開始咗。夾翻呢個。係，我教曬嗰啲。啊，佢軟嘅喎。軟熟嘅喎呢個。你手揸住咪？我拎住都會碌入去。佢係呢碌嘢軟，佢哋呢碌嘢軟啊！啊，佢未鎖成啲，未鎖曬啦。我來了。對啊，我在拍戲，所以現在才來了。什么？有点，咁我见唔到你。听唔到我讲嘅咩？未啊。有人吗？是，我在拍《法证先锋》，所以现在很困。对哦，好光喎、哦！等一下。我在哪里？佢喺个消息嗰度收到嘛？你哋个版本未够，唔系最新版本。建立，诶，耶！可以啊。哇，好大声喎、啊、个音乐，系咯，好不好听啊？为什么？欢迎我们的飞虎。哎，介绍一下你们的角色，来。哎，吴卓羲，哎，来，看到了。来了。啊？做什么？介绍你们的角色。我们介绍，我丑，你先介绍。什么？你先来。我是高子乐。是做什么的？应该是当警察的。警察的。飞虎的。对。那里面有没有感情线？跟包丑啊。哦，真的？难怪你们两个每天都在一起开直播。对呀、啊。有没有很腻啊？你们两个天天待在一起。我找一个好一点背景。分不开的。哎，那个，那 Bosco 呢？哎。不是。啊，黄宗泽，黄宗泽老师，对，黄宗泽老师，你是什么角色？飞虎队、啊，能够介绍一下吗？也是飞虎队、啊，当然啊，就你们两个每天就是在飞虎队里面手拉手在一起，对啊，那干什么呢？他救我这样，救来救去，救来救去，那哎，我看你们前几天，我觉得肯定大家都会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知道了，对呀、啊。嗯，我觉得不用介绍了，有看的同学们也会知道。哎呀，哎，这样好很多，这样好很多，啊、好多了吗？对、嗯，哎，好了 ，OK，OK，、okay. 好了、啊，好了。我几个，我自己这个角色，我是咖啡师啊。我是咖啡店的老板娘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丽丽。哦。三哥的梦想的女朋友。哦，原来你是三哥的女神。哎呦！他暗恋我，他暗恋我。你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三哥暗恋你吗？就戏里面了，不是现实啊。现实就不是了。慢慢讲。真。行，三
嗯，行，看看网友。吴卓羲，吴卓羲说啥？我说，现实不行。嗯，对，现实当然不行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对呀、啊，你说。哎、我今天来的，我是来做主持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所以等你说啊。我是新人啊，多多指教啊，前辈们。啊，先来说你肯定比我们经验比较多。对，我真的没有做过主持人，我真的吗？头晕，头晕。对对对对对、啊，普通话的主持人还真的没有做过，所以你们带带我吧。没事的，就聊天，我们就聊天就好了。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呢？要不然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要啥游戏？有啥游戏？这个游戏绝对好玩，我跟你说，官方都已经出好了10个问题。啊哦。回答我不知道有没有奖品啊，可能是无奖竞猜、啊、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送什么礼物，但是这个之后再说。第一条问题、啊、说一下对方在剧里面的角色。你不是刚才什么刚 刚, 刚刚不是介绍了吗？这高子乐 pass。 OK， 两个人在剧中的关系、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好队友，好队友。嗯，那吴卓羲老师，你不回答一下吗？他已经回答。下一条你来，下一条你来。补充啊，补充啊，可以。补充。然后嘞，好闺蜜啊，好闺蜜对吧？手托手的那种。对，蓝莓。那你们会不会一起睡觉在那个就是飞虎精英队里面？我们在现场平常睡在旁边。没有，戏里面没有，现实当中有。对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敢再问下去了。我们能演两兄弟演到80岁，哇，太浪漫了吧！你们两个总是演两兄，哎，你把我带偏了。我等一下，我还有问题要问你们。哦、那个范舍的愿望之一，希望飞虎队成为什么呢？啊，成为飞虎队的什么？希望飞虎队成为什么？精英中的精英，精英中的精英，对吗？答对吗？应该答对了哦。都是奖项。等一下给你奖励啊。S 小队什么时候成立的？啊？哦，这个是 history 哦。对啊，什么时候成立的？什么时候成立的？来。啊。OK， 下一题，我觉得你们已经答完了。你们两个那么帅就不用答了，我觉得这个pass 啊。 S 队成员都有谁？蔡思贝。你们是不是 freeze 了？蔡思贝、啊、就画面在动吗？你问什么问题啊？成员里面都有谁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官方给我的问题。蔡思贝啊，蔡思贝就一个人嘛，就你们三人小组。还有马德，还有嘞，马德没了吗？江教辉啊，谁？江教辉，辉哥啊，辉哥，对，还有呢？还飞虎里面，那没有 S 小队，那肯定没有苗小伟。那三哥算不算？三哥不算，三哥他偷懒，他都不算飞虎队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放假的。哎，难不倒你啊！我想洗他来听。下一个问题，飞虎三今天更新到第几集了？你们有看吗？啊，真的不知道。看了15集了。找粉丝回答一下。哎，下面有写17集哦。15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到底是哪个是官方答案？17集。我看到下面是17集。昨天看了，我看了15，我没有时间看的。哦，我是每天都在拍戏。啊，灯光累了又怪怪的。你自己拍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？你们自己看看自己拍的会不会尴尬？不会啊，我很想看的，但是没时间。哦，等一下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吧。老实说，我啊，我总是听不到你们说什么。我看啊，
哦，你有看啊？你有做功课啊？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我说飞狐很好看啊。那当然必须好看呐、啊，除了飞狐咖啡的老板也很好看。哦，对啊，我好像看见你拿咖啡给三哥啊，详细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恩爱的，有感觉吗？对。啊、你有他没有？哎，真的是，明明是他暗恋我的嘛，怎么会我有他没有呢？他喜欢你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在剧里面其实他的 background 是喜欢我的嘛。哦，前有拍拖吗？你们？那要追下去了，我不可以剧透啊！现在剧透完了，就大家就不用看了吧？啊？我们现在这边在调灯光，你们等一下，我们先聊。要不要我把我的灯给你们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对呀、啊，再调的。那我继续问了我。好。阿乐喜欢的人是谁？我没有美颜呢、啊。你已经够美了，你不需要啊！你是帅到帅到掉渣了。嗯、啊。阿乐的女朋友是谁啊？你们能不能听一下我的问题？谁啊？谁谁？阿乐啊。哦 ，Aranda， 不是蔡思贝吗？啊？蔡思贝啊？蔡思贝啊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嘉轩呢？嘉轩，你回答。嘉轩的 CP 是谁？我没有用美颜。谁说你用美颜了？你绝对是真实的样子啊！你平时就长这样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脸都那么瘦的，就那么帅的嘛，就歪头杀。他说我有美颜，没他说你有美颜，岂有此理啊！真的，那把灯关掉，熄灯。没有，我在看字。你在看。好嘞。哎呀。然后，我的是陈莹啊。你的是陈莹啊？啊。陈莹是干什么的？陈莹是干警察也是。也是警察哦。对啊。那蔡思贝就是你们小分队，我知道吗？然后小分队的技术担当是什么？这什么问题啊？这哎呦，不要问这个问题了，太烂了。两个人第几集解除误会？哇！他们不停在调灯光，干嘛呢？你是去了夜店吗？要不要放一点那个嗨一点的音乐？拱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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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？哎，你们觉得这个音乐还可以吗？你们能够听到吗？啊？有听到音乐吗？有听到啊。我单曲但是我觉得可以声音小一点。声音小一点哦，好的。哎呦，有个人站在我旁边，我也有点害怕的。来来，监视我们这是。连三哥，三哥不在。三哥。三哥他今天有没有空？对啊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拍摄私底下就是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一下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趣事就是搞笑的事情。辛苦的事情啊。辛苦的事情啊，就是拍到衣服都湿透了那种吗？什么衣服、啊？内裤也湿了。湿完又干，干完又湿。那有没有地方洗个澡什么的？哪有啊？啊，那你们两个就是臭味相同了吧？对啊，哦，也有很多人都是臭的，就是因为味道才相吸引的嘛。你们两个讲粤语、没声音，他们说吴卓羲老师你没有声音哎，没讲话、三哥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看不见三哥。没有，三哥来了吗？没有，有人说三哥来了。三哥在接。对啊。三哥在。没有。对对对对对。三哥在。上面。什么？神来了吗？神。天庭。对啊，三哥，三哥你好，三哥。三哥。男神。照着我们吗？神来的。哎，你们两个那么 friend 呢、啊？有没有想过你们一起去旅行啊？哎、去哪旅行？去旅行，对对对，就闺蜜，就那种好兄弟的那种旅行。
我现在都没时间回家了，还旅行。就假设嘛，拍一个旅游节目嘛。哎哎，这个可以，那就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有没有找人来投资？你问问 Bosco 有没有档期？哎呀，没有，我们黄宗泽，我们上一次去旅行就去了深圳。好好好远哦！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才碰面的，不是去旅行的。其实你们两个都不需要去旅行了，因为拍戏的时候已经每天都在这里了，对啊，对吧？每天都见面了，对啊，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就是睡在那个椅子上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人在拍我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们，你们发现你们旁边的人都走开了吗？有吗？是，又都来围观我了。睡觉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就是你们拍戏的时候，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？就你们没有时间睡觉，所以在戏拍戏的时候就一起睡。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坐在边都已经睡觉了，对吧？对，都一起睡。什么？渴死我了！对，我这边灯光，他们说我灯光不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算了，没有没有，算了，灯光是欠缺一点，但是还是帅的，还是帅的 ，OK， 对，我就这个灯打来打去都不知道怎么改，反正灯光不好，刚过完圣诞节，不要吓人，哇哇！你们在拍广告吗？我的天哪！你们就别看灯光了，算了，就看他了，看他了。你们自己聊天吧，放弃了我要。你都聊到喝茶的，你猪猪。哎，我见到你们那个坦诚感啊，哇，坦诚感，可能很多很多网友不明白。哦，他们不需要明白了。你们哎，你们就是拍那么多动作戏，会不会注意这个表情管理啊？从来没有注意，表情管理就是一直都是帅的，就像那个吴哥一样那样子，是吧？歪头上，哇，老帅了。我叫歪一下，喂，他叫我哋讲广东话喎、哦哎。广东话咯，好啦，讲广东话咯。有咩讲咧？讲广东话可能我都唔系好正嘅，讲广东灵光喎、啊。我广东话最灵光啦，呢三个入边系啊，我讲广东话最好啦，咪系咯，咪系，咪系啦。喂，我哋咧即系大会咧有一个要睇下《飞虎三》嘅名场面、哦，名场面。OK，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？名场面。名场面就是有一个小片段要看一下、啊、你放给我们看，我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我要放啊，我很多任务的，今天免费的，而且是。那你放，你放。来来来来，开始了。我是这样子放吗？这样子那就遮住我的脸了啊。哇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有个灯遮住了。四明治，我记得，我记得这个四明治是我想出来的。这个太逗了，四明治，我的天哪！下一次我可以说不吃三明治，吃四明治。四明治，对，我四明治有什么呢？我想出来的，波想出来的。对啊，乱说。太厉害！四明治里面有什么、啊？请问一下。啊？四明治里面加了些什么呢？加了我的心。哎呦我的天！
可以可以。要看，哎呦，我们问问一些飞虎的问题吧。啊？啊？你想问咩嘢？咩？仲有？哦，咁仲播唔播下一条片啊？而家播。哦。就是其实我不是主持人，我今天就是来打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受人指示，我真的好难过。你以为我旁边没有人吗？我知道你们的人都走了，还好刚刚你们的人都来我这里了，我都很尴尬。你以为我真的没人吗？然后在那边拍拍拍拍拍，我说，还有两个多人，那我现在请问我可以说哪一条呢？就是第二。OK， 我们看看你的四明治之后的下一条片段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我波波跟陈莹开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是真心觉得他比较适合。我这边没有卡。放心吧，还在做。感光好。这个控制不了。哎呀，我举的我的手都快酸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是来运动的。来，其实我听不到。听不到，对啊，那大家就在那个优酷上面直接看就好了嘛，这个片段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电视剧都会放的，第九集，第九集，刚刚是第九集，好，那大家应该看过了吧？第九集，如果有追开飞虎的话，我还来不及看呢、啊嗯，没得看呢、啊。哎呀，对呀，你太忙了，没关系的，可以重看、重播。嗯。你们那个，我跟大家啊，大家说那个音乐能不能小一点呢？再小一点啊，因为我不说话就声音就会大了啊、哦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是不是 好多了？现在好多了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在说太吵了。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抱歉抱歉，哎。我想说呢，刚刚放两段片段呢，其实就是想让你黄宗泽老师你再演一遍剧中的片段，你还跟吴卓羲老师一起演。演什么？你们记得这个对白吗？不记得。别动！叭叭叭叭叭叭！警察别动！警察别动！三明治，四明治。演完了。对啊，演完。要吃三明治吗？是，我四明治，四明治。对啊，就，然后就没了、哎。没了吗？没了。啊？我们太快了。那么多还没了。那么多，对啊，已经。OK， 再问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个剧里面啊，哪个角色最帅？三哥肯定是。三哥吗？这肯定是三哥。你男朋友吗？哎，没有了，还好了。嗯。他帅我是知道的。你们有你们有亲嘴戏吗？哦，这个，这些给你们了，这些亲嘴戏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亲嘴戏啊，床戏都给你们了。哦，问一下，我们就没有抠他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一套剧里面有两次亲嘴戏就给你们了。好、啊，有这样的规矩吗？我就可能嘛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被安排到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三哥的片酬太贵。三哥的那个亲嘴戏的片酬太贵了。哎、对对对，那要如果要三哥拍亲嘴戏呢，是要加钱的。嗯，对对对对啊啊啊！
所以从来三哥都没有什么亲嘴戏啊床戏啊那些，嗯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就是给不起这个片酬，实在是天价，搞不定，搞不定，太贵，钱加钱给三嫂啊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三嫂收的不爽，不行，这个价钱，嗯，不 pass 不 pass， 不要拍，不要拍，哎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哦，我先现在官方说要你们做那个表情管理的那个表情哦。让大家来截图。我现在可以演一个很困，哦、很困，快截图。现在演一个不动，演一个最搞笑、最丑的样子。最丑。演不出来是不是？演不到。演一个。我再演了，我再演了。啊！如果看到三哥是什么表情？OK， 你来一个，猪猪猪，我要拿水，我要拿水，我然后要干嘛呢？流下来的那种，流口水吗？看到三哥，好嘞。但现在有机器在上面就不要了。只是口渴，然后那你们看到对方，你们看到对方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啊？哎咬海雷但口哥他为什么是这样？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想看了已经看到开心啊，开心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是在表白吗？你们两个不用表白，我们已经很白了，好不好？哦、不用再表白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见到见鬼了，是什么表情？见鬼了，就为什么是打招呼啊？没见过啊，没见过吗？没见过，当然要见一下，当然介绍一下了。幼稚鬼，人家说什么鬼？你从哪里来的？问他呀。哇，你还要跟他对话？对啊，厉害厉害，会到去另外一个景点。我又没有做坏事，我怕什么见鬼啊？对不对？此处有掌声，可以可以。你刚刚喝什么？啊？我。对啊，你们在喝什么？咖啡，咖啡啊，都在喝咖啡啊，用热水杯装咖啡。对啊，其实里面是冰的。哦，冰咖啡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他们那么高级？为什么我只有白开水？受怀疑吗？我那么值得怀疑吗？K 歌之王，他们想听你们唱歌。另外收钱的好不好？今天有这种娱乐项目的吗？没有。错对啊，喂，对吧？哎，说你能说东北话，是吧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是吧？厉害！我不落盖儿，卡马路牙盖儿，卡兔脚皮儿。干啥呢？你来一根。干啥呀？嗯，是讲的吗？哎，现在有个要求，就是你们要做一个最帅的表情，让大家来截图《飞狐》里面最帅的表情。真的，确定可以用吗？我是翻白眼的专业户，好不好？翻白眼也很帅，是吧？嗯，你哎，有人说折图了吗？折了吗？截了。太棒了，你就翻人家白眼的时候发我出去就好了。哦，我们给一下粉丝的福利吧，看一下粉丝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嗯嗯嗯，下一题。
他叫你唱歌，系啊 ，keep 住讲唱歌。佢叫唱歌，唱歌，啊你唱，拎阿拉唔讲，两三个，高个七，一个大头窿，好听，好听，我也觉得特棒。香港名曲、名曲，此处要来点掌声，你们小心捂着耳朵啊！去到边 ，kick 到边，自带负能量。现在有没有？冇嘅。哦，他们没有。冇啊。你影响到我哋冇晒。诶？有的，我这边有啊。其实我哋讲咩嘅？系咩？咁奇怪嘅？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的天哪！我这里是黑的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感觉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找一个光线好一点的地方吧。为什么三个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用三个这样的啊去直播呢？这好奇怪，这个啊，我也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明明在同一个空间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三年三又分开呢？我卡住了，住了。真的是恭喜发财，新春大吉，谢谢各位，新年见。为什么这样？而且有没有觉得我出来了，灯光比较好呢？立马变帅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还能听到自己说话，我的妈呀！我们邵氏呢，上一次弄一个烂到爆的长寿面，哎，这一次呢又来一个烂到爆的灯光，这是几个意思呢？啊，是不是你们还抠门了呢？你们啊，能不能弄得好一点啊？啊，我要，我希望让黄宗泽吐槽邵氏成为热搜。自己整自己的公司耶、你们这帮邵氏的员工啊，真的不行。啊，是不是灯光最好？刚找到，都没有打光，你看，到处没有。啊，只有，哎，我知道你们不希望。出镜啊！你看，都躲了。你看，这没有打灯，灯光还那么好。我不敢说话，口哥。啊？什么？口哥，其实今天我是主持人来的。哦，没有，我吐完槽了，吐槽完毕。吐槽完，你们继续。谢谢你为我们说出了心声啊，因为我不敢说。好，言归正传了。现在呢，当下有一款很火的和平精英，也就叫吃鸡的这个游戏。那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在里面一起组队玩。哦，吃鸡我听过啊，就是biang biang biang的，也是biang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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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。我还知道那个 PEL 职业联赛啊，好像挺好玩的。卓西哥呢？你是卡住了吗？卡住。你要说两句吗？我卡住了。你卡住了。好了，你要卡到结尾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拿到我的手好累啊！我拿手机。哎，既然这么卡的话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吧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是打招呼啊。啊！其实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我们就在这里。对，那么爽。就
就我这个主持人当的好吧，早点结束吧。你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我怕你没有流量了。没有，手机流量。赚流量。要交电话费了。So we 好爽，下班一条龙。我还没有，我等一下直播完还得去拍戏。另外一个平台的直播。哎呀，还得拍戏。嗯，对对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赚这个手机流量的钱真是不容易。睡觉了。我要睡觉，我不管你们。那记得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飞虎三了，好不好？废话。感谢两位的连线，其实也是我连线的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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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躺就可以坐了吗？大家躺吧。啊，对啊，躺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他们不想走。啊，我控制不了了，我想走，我想走，我想走，我走，我走。你们要一起睡了吗？悠悠。已经卡住了。又卡住，因为让吴卓羲卡住了，成为热搜，麻烦你，麻烦大家。哦、吴卓羲卡住了，吴卓羲卡住。对啊，累嘛，做直播做到翻呆。喂，我喺度，我喺边啊？我喺边啊？我喺边啊？喂喂大佬啊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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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我好诡异啊，这个声音！哎呀，笑死！好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！记住，记住，记住看飞虎啊！对，一定要看飞虎啊！对，哇，一定要看飞虎啊！卡住，卡住！